送到医务所，确定没事再让他回来。好，你们两个，全是卫官，把陈天兵送到救护室。到是，指挥长，你跟去吧。是。陈天杰，我们的，哟，你把部队带他树荫下休息。是，连长。陈排长，是。你留下。 他醒来了，不然如果送到八洞山医院，就麻烦了。再排长，有没有人不舒服的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讲啊？注意。注意。如果各位身体不适，请立即跟干部反映，不要硬撑。 现在班长在各位要音量处休息，所有人听口令，向右转，前进14路，起步，走。你知道吗？超倒一个陆武神，会连累多少人？报告连长，我是执行官，如果发生什么问题，我会负责。你愿意负责？ 很有担当，但是连长要在这边提醒你，这里不是官校，你已经下部队了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用官校的方法来解决。连长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到底，不能有所妥协。有很多现实的丑陋面，都是因为我们妥协而造成的。身为一个军人，就要有能力保卫国家，要不然就会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所有纳税人。 培养出军死的部队，确实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训练有很多种方法，没有哪一种方法是绝对的准则。我知道你很不喜欢妥协，但是因材施教，适当的妥协，是我这个当了十几年连长的经验。希望能听得进去，谢连长。 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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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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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